微博先看，你最喜欢哪对 CP？ 怎么了？脸红了？不会是看上我了？我是吴司令的外甥，这位是我的妻子。养我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陪你演这种戏吗？我脸皮也没有那么厚啊。我对你只耍目光，从不赖账。这孤男寡女，荒郊野岭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什么味道这么冲？一股醋味。你喝多了，你先看清楚我是谁。笨蛋。夫人不必试探我，我此生唯你而言，绝不纳妾。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，我最想守护的人就在眼前。我们两个本来就没有任何可能。可是后来，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他。但他跟我说，他肩负着终生，他的心里不能有任何的牵挂。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会杀了你。还是帝君，就当是一场梦就好。因为三界在，你才在。钱可以，我走了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你们的情感聆听人阿义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贺顿。这位呢，是我们海丰国际电台的著名主持人钱可宇。我需要专业的声音来帮助人们解开内心的迷惑。电台节目？对，我不去。他这种人性格非常张扬，爱彰显自己。你们女心理师的世界都这么好看？钱可宇，这个钱可宇终于突破你这堵墙了。总那种冰山女霸总，工作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吧？三个月，迟早得重返赛场。你教你恋爱吗？三个月以后，你报你的男神归，我报我的奖杯会。行，这周末就会那种。不可能，第一个寻找初恋感，放下理性，你不能喝。你蹲蹲蹲蹲蹲啊你！这个叫做心跳触碰法，利用恰当的肌肤接触，点到为止，过犹不及，对男人尤其有效。之前答应帮你追许宁远，现在我后悔了。他让我明白，我们学不会恋爱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真爱。顾嘉欣，你愿意娶我吗？顾嘉欣，四年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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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太好了吧！四年哥，我突然发觉你有好多小秘密啊。每个人
都有小秘密。哎，继续，继续。